大家其实都知道，今年我们的主视觉出来，中华民国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小老头，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八年，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没有人在乎，自己的弄久了，这个小老头也信心不足，除了营养不良之外，还信心不足，因为没有人在重视他。所以从今年113年跟2024年。我们要把这个小老头，我们最爱的中华民国，从这个黑色小屋拉出来。他是我们最爱的，这个对中华民国来讲意义重大。今天的主人啊，我们立宪县长、张立宪县长、大家长，还有我们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院长来到我们的记者会现场。好的，请我们院长还有县长落座休息。谢谢大家来到现场。2024国庆焰火在云林记者会正式开始。也就是这次青筹会的主任委员，我们韩国瑜院长，我掌声好。那还有我们青筹会的这个执行长，我们林清奇林司长，我们先给他们掌声好不好？那云林县政府青筹会的哈，好好。那还有呢，执行秘书是我们民政处的肖泽树处长，谢谢啊。谢谢我们中央内政部的吴市长、林市长，直接来到云林县来帮我们指导，来协助云林县办好国庆烟火。也谢谢云林县的议员、县政府的一级主管、各位志工、各位企业界的好朋友、各位新闻记者、各位女士先生。来到这里，看到我们张立县、张立山县长从5月份开始啊，积极投入国庆烟火，我真的觉得。身为中华民国国庆筹备会的主任委员，真的感觉到选对张立山县长跟团队，把国庆烟火视为云县今年度这么多多事情里面的头等大事来办，甚至整个团队开始真的了不起。整个团队开始从今天开始要吃素，带着一个虔诚的心呢，先把这个活动办好，令人感动，真的是天助自助者。国庆烟火在云林县有三大意义，第一，对中华民国的意义。大家其实都知道，今年我们的主视觉出来，中华民国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小老头，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八年，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没有人在乎，自己的弄久了，这个小老头也信心不足，除了营养不良之外，还信心不足，因为没有人在重视他。所以从今年113年跟2024年，我们要把这个小老头，我们最爱的中华民国，从这个黑色小屋拉出来。他是我们最爱的，这个对中华民国来讲意义重大。这是我们办国庆烟火第一个重大，也有不一样的感受。这几年大家过得很闷，电价涨，诈骗集团多，两岸关系不稳定，治安不好。其实大家很多很闷，我们必须要告诉国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进步有赖两种力量，一个是精神的力量，另外一个是物质的力量。我们时常宣导物质经济 GDP 多少多少多少，就业机会多少，但是我们的精神力量在萎缩之中。你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大片，你时常感动，美国号称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但是好莱坞的大片电影里面时常默默地宣导爱国的精神，他号召美国人民要爱美国，要爱美国的国旗，要爱美国的国家。但是我们自己
摸着心来问，这几年我们爱国教育做得够不够？我们连爱哪一个国家都已经分不清楚，所以台湾人民迫切的需要重新燃起这股爱国的精神，爱我们的国家。百年来，云林县第一次办国庆烟火，在云林县，在台湾的政治版图、社会版图跟心灵上的版图都是严重被低估。云林县将近200万的乡亲，本县只有60多万，但是很多乡亲在海内外都有杰出的表现。但是他的家乡，我们时常讲红袍追位，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穷，不得已到外面打拼，可能云林县美好的一面长期被低估。所以这次国庆庆酬委员会把这个机会，把这个魔法棒点到了云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结果云林县张立山县长跟他的团队接到了这个魔法棒，他们愿意把云林县的招牌擦光、擦热、擦亮，用心来做好国庆烟火。我想这三重意义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因此在这里号召10月10号所有海内外的好朋友来云林县，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国庆烟火，也一起在这里关注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谢谢云林县政府，也欢迎大家，谢谢。国庆烟火在云林，光辉10月，漫游云林，请启动。现在非常的荣幸啊，这次在我们韩国瑜院长哈 这个提携之下哈，让云林县有机会举办中华民国的这个生日快乐，那国庆焰火在云林这样的活动。那我们从五月份接受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云林县政府所有的局处呢就卯足了劲，全力以赴。那已经啊，在将近不久，在10天呢，大概就整个国庆焰火的活动就要展开了哈。那今天特别召开这个记者会，让所有乡亲知道，来到云林县呢，我们不只是交通路线接驳车，我们都为各位安排好了。不只是你坐台铁或是高铁，或者在县内一些转运站，我们都10分钟就有一班接驳车，让你非常方便快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会场。那同时我们有举办400摊的美食街让大家下了高铁或是来到我们这个展区的时候呢，你不用愁要去哪里吃的那还有我们的美食100碗，还有美景100点从10月份开始呢，你随时可以按图索骥呢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地方都有好的这个美食美景呈现给大家。那当天晚上呢，除了非常亮丽非常绚烂的这个烟火之外，还有400台的无人机。那从4点半开始呢，我们就有非常好的这个表演。那还有我们当天呢，还有李千娜，还有黄飞，还有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原子少年通通要来这里跟大家共襄盛举，来欢度中华民国的国庆日。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起高喊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今天云林县政府今天开始我们全部云林县政府的团队全员吃素，为了希望能够得到众神的这个庇佑，让我们十月十号这光辉的10月能够在国庆日那一天举办的非常的顺利那所以呢，我们保持这样一个赤诚的心、热情的心要来欢迎所有的乡亲。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云林县政府全员吃素。讲几句吧。那每一年中华民国国庆都有三大活动，一个是国庆晚会，一个是国庆大典，一个是国庆烟火。今年10月5号国庆晚会在台北市，10月10号是国庆大典，再来就10月10号晚上在云林县的国庆烟火。这三大活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国庆烟火，我们选的云林县政府张立山县长跟团队已经去云林县的中央的立法委员全部都动起来了。甚至团队刚才也讲，张立山县长讲的也很清楚，整个团队用吃素最虔诚的心、最勤劳的动作来配合，务必希望国庆烟火在云林县这次要办的空前成功。身为国庆庆典的庆酬会，我们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唯一
能够共襄盛举，一起来云林县参加，就是对云林县政府团队啊最负责任表现的一个回馈。所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踊跃来云林县参加国庆的烟火，非常感谢云林县政府，也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谢谢啊。谢谢。